Thank you, thank you. 哟呵 ，Ladies and gentlemen， 哟呵 ，Welcome the next 这对儿这对儿相声演员，嘿 ，the next 对儿 ，the next 的对儿连一对儿都没了。和 us 有 a lot of same 的 place， 来翻译一下。请您欣赏杨乃武写状，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谢谢。你们好，我跟你说，幸亏是我接这场，要是我师傅接这场，我师傅得恨死他。然后跟你说，剧场也生气，这麦克风的架子就那么坏，来来回回的，总是在不经意间啊。到我们表演了啊，哎，这个刚才这个我们师爷啊啊，这个叫谢谢谢。谢文金吗？谢文金刚说完嘛、嗯、啊，和我们那个刀疤脸两个人表演了一段、啊、人家都没名字呀，刀疤东，刀疤东，对、啊、还挺俏皮啊，两个人表演了一段啊，嗯，能说能唱的，学唱挺好，到我们表演了，对，刚才两位主持人也比较幽默了啊，上台展示了一下那个方言，嗯，对不对？确实这英文跟方言差不多。那 Ladies and gentlemen 嘛，对，还宅他们。Welcome to 德云社，对不对？哎、No speak。对。And no， 怎么都不让说话呢？这是。他们都说话，咱们听谁呀？哦，主要是听咱们。哎，对 ，Listen to me。The no smoking。哎 ，Please sit down。那他这句型都单词蹦出来的。咱会呀，这人主持人都会英文，咱能不会吗？您英文也行啊。那是了 ，A B 那个 C D 呀、啊、，E F G 呀、啊、，H I J K L M N 呐 ，O P Q。来了，老妹儿。来了，老哥。什么乱七八糟的？今天给大伙上上绝活。上什么绝活？给大伙生一孩子。喂，对，不，来不了。你看看，你客户说了，我客户说的，人家花钱了，快生一个，别欺骗人家。我真生不了。你使劲，啪！人让我生气还行，生孩子生不了。好吧，今天。Go。哎呦我的妈呀！哪谁说的？谁？就别难为他了。嗯。今天可能生不了。对。那个。不是，哪天都不行。哟，现在行了，行。他不信你。你先打个样，来，有请大哥生一个。你大哥还互相谦让呢，说你呢，说你呢，你来，你来，你来，你俩你配合嘛，黄金搭档，对不对？一个成语叫迎难而上，那确实是难上加难呐。啊，这是什么意思耶？I don't know。好、哦，你看这老展示方言，我这又是方言。行了行了啊，咱们呢今天就不要谈那个生育问题了。对，压根儿咱也没说这个也，对不对？这个我干我们的力所能及的事儿啊。什么事儿？哎，我们在台上好好说说相声得了。对，今天啊是我们一个大封箱，封箱第二季。嗯、对啊，第二季、啊、都论季的。昨天是第一季、嗯，我以为今天是开箱了，一问说今天还是封箱。对，哎呀，我寻思这开箱啥时候开呢？也是个啊！我天，他们知道的比咱们都早。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你们刚挺好呀、啊。行吧，我就当他们说，对吧？我也听不清。那个，啊、我听您打茬儿啊，无所谓啊。心态啊，现在哪天开箱，只要封箱开箱，钢丝节观众都开心。对。对不对？这大的场合，演员乌泱乌泱的，那可不。尤其现在正在那个进行聋子科招生啊，哎，抖音直播呢啊，天天看，现在招了很多很多人了。是，德云社现在在壮大，对，就现在得有100多人了。对，也啊不止，我这新招的就得108人啊，对不对？这个72天罡，84地煞嘛。72加84等于多少？啊，73天罡，84地煞，那数还差着。
你就说加亲加在一起是天罡和地煞，反正无所谓了啊，反正这帮学员是个坎儿啊。对，都迈不过去是吗？不难着呢。哦，我们当时来的时候就不容易，是，这都熬多少年了？那可不嘛。今年多大了？我今年都40了。40了，跟大伙说说有什么长寿的秘诀？我长寿的秘诀就是给儿子捧哏。不是，你现在跟谁学的呢？你啊，跟。我别跟他学呀！我是这样吗？哎呦，咱们谁踩着你了？是，挺好的一个你看小青年小姨什么叫姨父？这辈儿就这么上去的，你看。姐姐，你看我哪儿像姐姐呀、啊？是肚子吗？不是，你哪儿不像姐姐？你让各位看，方方面面一肚子一块的这个。昨天开箱的照片啊，好像弄得我跟显怀了似的。我今天特意快换一身大褂啊，今天我应该收着点肚子，收敛一点，收敛一点，这样还好多了哈，好极了。但是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啊，总得有放松的时候。对，我这是富态，怎么了？证明我来德云社，这些年我吃的好啊，这是好事。现在有房有房有车的，对，不错。真的不是靠别人，都是靠我自己一点一滴想象出来的。啊，做梦啊！就说有啊。该醒了，该醒了，对不对？嗯。来，我们来年头都不少了。对。他40了，我俩加一块都60多了。嗯。如今在您等一会儿吧。啊，又怎么了？老打断人家。哪怕您说咱俩加一块73、84也行啊。咱俩加一块是个坎儿。怎么就60多？对了，他40了，我30多一点儿。我跟岳云鹏同岁，都是85年，我穿着红裤衩的本命年。啊，不，确实是本命年。真是，你们看看这本命，岳，拖什么？去你的！这点我可以证明，他确实穿着呢。真是本命年，85年的，我们俩都是那样的。嗯啊，待会儿可以问问小岳穿没穿。他没，我俩穿一条。哦，那你脱下来我们看看吧，你可能没穿。不是，好的穿一条裤衩，这不老话吗？好的，好的，好的。好，我俩哥们关系好，但是我确实没有人家火。岳哥，人家现在翻过了一座山，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嘿，一，对对对对，您现在多火呀！但是有的观众说了，你岳云鹏，你能不能在台上别老那么娘啊？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这个判断就有问题。怎么？你凭什么说岳云鹏是个男的？对，哎，不是，您这有点悖论了。对，我们小姐俩在一块儿哟，是好的都穿一条红裤衩，天下无敌。好家伙，对不对？这个当当当当当，啊，一个弹琴，一个绣花嘛。真好，还给裤衩上绣花。你看见了？我是盲僧。少来这套，我看不见。一个是闪现踢，闪现踢你没有蓝，你知道吗？可以了，可以了，盲僧不要蓝。哦，要脸。不聊这个，因为我不会玩盲僧。那个，我都不知道这游戏怎么玩都。哎呀，咱聊点别的行不行？还聊什么呀？就聊现在这个状态吧。啊，对不对？现在我们年龄也不再年轻了，是上岁数了，对不对？人现在年轻学员一大块，对，就帅的啊，青春靓丽的都有。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对，我们属于前浪，我们就是还想再浪一浪啊，不想那么快就死在沙滩上，偶尔浪一浪。那只要在舞台上，这舞台永远属于我呀。哎，这话对，对不对？嗯，东边不亮西边亮啊，晒完残阳我晒忧伤啊，前夜不忙后夜忙啊，梦完黄金我梦黄粱啊。张老师，咱们这是什么作品？咱们这是，咱俩不是二手相声吗？怎么都40大几了，这相声变成二手的了？就是咱们你哎。得符合潮流啊，现在年轻人不都听这个吗？啊，是，年轻人听不听这个呀？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啊，现在年轻人喜欢听什么。嗯，什么流行歌曲，你看刚才什么这京东
二位啊，谢文金，对不对？刀疤东，刀疤东，那名真肉兜。哎，人俩唱的都是流行歌曲啊，很现代的。当然了，我们人各有一号，我们流行歌曲差一道。咱们呢？对了，你看现在流行什么什么 ，Everybody 在你头上爆扣，这个 No Friend 他根本不是 idol， 啊，头上没毛就是一个秃鹫。听完相声给他一顿暴揍，死根儿。您先等会儿，怎么这里边还有我的这个？不是现在流行说唱吗？没听说过唱我的这个。我还不知道这个。您不知道您唱那么好，你这。咱不会，不会就别来。咱不听这个，咱啊就跟随我师傅的步伐。好，传统，还传统。对了，传统。传统。京评帮曲，这咱行啊。哦，戏曲小调。哎，你看我师傅来讲吧，唱什么？唱京剧、国粹。哎。待会儿啊会给大伙展示一下的啊，你就听他们荒腔走板吧啊。对，没事。哎，你等唱完了再说。确实有部分人会紧张的。对，这没有，我师父人专业啊，啊唱这个京剧对不对，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老词儿吧。就是我师父那叫小帆啊，你听多少回你都不会腻的，特别好听啊，对不对？我听多少年了，怎么样？初听还穿尿不湿，现在已是尿不尽。那您这裤衩没什么用啊，我这花白绣了是吗？谁说绣花的事儿了？我就说人家多少年了吧，对不对？德云社都成立多少年了，人打小也学这个。为什么大伙儿这个京剧百听不厌？为什么？就是它有韵味在里边，有腔调。但是有些年轻人他不爱听，节奏太慢，是喽，对不对？呀呀的，哦，对，有这个节奏慢，康啷谁来着康啷，就往上走的嘛，说来就来了啊。这就是尿不尽的感觉，这是。哎，到台上一捋胡子，哟，忘带胡子了。哎，嗨。早干嘛去了？这不是忘带，这是掉地上了。这是观众看不出来啊，哦，就以为人家是做派啊。又回来了。康啷贼勒子康啷，哎，这回带着康啷贼呀，忘穿裤子了。哈，这怎么这局儿在澡堂子演呢？康啷贼勒子康啷贼勒子康啷贼勒子康，哎，都在，哎呀，裤衩呢？就是说，就刚才您没穿裤衩，提裤子就没觉得别扭吗？倒是有。再说您都穿上裤子了，怎么还就裤衩呢？就是觉得有点旷，还觉得有点凉飕的呢。就说那意思，人什么意思呀？您这个节奏太慢了。哦，对吧？节奏太慢了，观众怪观众，您在等，您慢慢来。您听的是韵味，是的。哎，人身上叫什么做派？那老话怎么说？啊、台上一分工，台上一分钟，是吧？对，台。我要不是京剧演员，你遇什么呀？对，我们说相声的都是二手的了，对不对？老人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对，得有这个，是的，经历这个，你做派什么的都得练，手眼身法步，哎，唱念做打的，咱没下过这功夫，没来过，咱不行。那咱怎么样呢？这你给我，但我就是说喜欢是喜欢嘛，爱好，对，爱好，喜欢点简单的。还有什么呀？比方说，哎，评剧。评剧就更接近咱们普通生活了。对了，你看东北啊，就我们地方戏也都有这个呀。啊、东北二人转，有这个吧？大伙听着，钱也不又来了，又来了，可以了。好嘞，好嘞。他都有那个，有那个二人转，大伙听过我腔调地方戏吗？啊，西山落残阳啊，佳人回绣房啊，桃花粉面。映红妆啊，红妆懒得卸呀，啊，独坐那象牙床啊，啊，阵阵相思声声叹，哪么嗨呀，嗨呀，哪么嗨嗨，无情棒打梅园阳啊。好。这旋律很婉转，哎，因为他打小受这个熏陶，哦，哎，所以说啊，你多多少少这个韵味咱能听出来呀，掌握的不错，人讲究韵味甩腔啊，是是，评剧也比较简单，是吗？啊，对，相比来京剧啊，简单啊，人家也看大伙儿都听过的什么刘巧儿啊，啊，对不对啊？对，有那个哎，金凤霞老师，小乔交线那一折，非常的这个好看，小儿挎了一个小竹篮子，
哦，这和叫竹篮子了。哎，对对对，这身段人就那么浪那种感觉。叫什么？叫什么？翘。对，翘不尖那么浪的感觉哈，老得有浪的事儿。哎，瞧着地上，哎呦呦，你看看地上怎么有一块钱啊？啊？一块钱钢镚儿，哇，天哪！好家伙，这腿不容易，真是。真是的，我这多勉强捡起来、啊，真是捡起来为了捡一块钱，韧带都断了。我吃你家韧带了、啊？你吃我家韧带咋的？你韧带断了，我家煮着呀。跟韧带有毛关系？哦，没有关系。别提我的这伤心事。那个就说那个身段那感觉，嗯、你看小二对不对？有那个，哎，捡起来一块钱，哟，不是一块钱钢镚儿，那是什么呀？看看一口痰。哎，看、啊。是谁吐那么远啊，讨厌，这就是太脏了，他的心理活动肯定是的、啊、要不然你看着一个石头子儿，你为什么那么高兴，对不对？谁呢？哟，看一个石头子儿，哇的天，一个石头子儿，哎，瞧着你那筐都掉了，瞧着筐怎么会掉呢？那可不，就是你看一个石头子儿，你肯定不能这么高兴吧，啊，可能觉得哇，我眼前刚刚，我的天，哈哈哈，我就还没有人看见我的了，我的了，我的了，呀，哎，真是口痰，就是这意思，往哪儿骂他呢？搁这儿，瞧这身段啊，对不对？咱学，你可学学点身段吧，那、啊、挺好看的，对不对？人唱上来说也好听了，唱好听啊，瞧来，小儿我自幼儿许配大家，嘎啦，哎，不对，许配赵家啊、哦，赵家是个大户人家，不，那也得是赵家，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你这像是一个量的积累，you know。I know, I know 小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干嘛的？我和柱儿不认识，嫁给了他爸爸呀，太乱了，怎么了？怎能嫁他？你看孔融让梨人都学过，孔融是这么让的吗？不得掌先啊，那先贤不是这么说的，要不然你唱，要不你唱，不是我唱，不是我听您唱挺好，您唱好听，这我呀、啊、就唱这么，你看 这多少年不唱了这段哦、oh, ，对不对？不熟悉，拿一个熟悉的行不行？熟悉的什么？熟悉的来一段，杨乃武与小白菜哦， oh, 这个挺好听的，我们对不对？啊，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呀、啊。对呀、啊，您也能来这个。杨乃武与小白菜当中有这么一出叫《杯地血状》。您先把那筐放下，您老抬着它干嘛呀？啊，《杯地血状》嗯，杨乃武被拘含冤在监狱里边打得死这儿了， oh, 万念俱灰呀、啊。是啊，这动作也就他能来。那、啊。死这儿不活着，也得杨淑英来劝他、嗯、兄弟你这不行了，咱得活着呀，知道吗？一家大小都指着你呢，在监狱里边你写下状纸来，姐姐替你到京城传御状去。好姐姐，监狱里没有桌子、嗯、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哎呀，几句话感动了杨乃武，声泪俱下，声声点刷刷点点写下这个状纸。太感人了，您给我们在这唱唱这个吧。来这个啊，这个我倒是能来，你说我能来这杨乃武，谁来杨淑英啊？我来呀。你来杨淑英 啊不是，你这不像啊，你我怎么不像、啊、刚才一上来谁让我生孩子来着？哎，也可以，要有这条件，就是我有什么条件？我有，就是你这该隆的地方得隆一隆嘛。兄弟你还是不了解我呀。什么呀？这是上边掉下来的。哦，对，还挺匀称、啊、对对对，好了，二为一 to become one、嗯，行了，你也别动了胎气啊！哎，你来这杨淑英，哎，我来杨淑也行，没什么什么词儿，就这么一句。我还有词儿呢，就这么一句词儿。什么词儿？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哦，念白呀，可以吗？那没问题。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罢了，要说这演员太通人性了。谢谢咱们，我咬死你！哎，大黄，怎么？听话，不是要咬？不是、啊，我说咱坐。再扔你未必捡得回来了，你知道吗？哎，谢谢、啊。现在腿脚不利索，对不对呀、啊？不是，你咱这有悟性，咱都说出来了。对，那这个词儿是对了，但是比较苍白。苍白、啊。咱跟真的似的，监狱里边来一遍。哦，我得有情绪。对了，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还差那么一捏捏。这个量词你们怎么知道的呢？在监狱里边你能这么平静吗？我还平静了，生死关头啊，哦，对不对？再渲染一下，亢奋一下，再亢奋一下。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乐什么呢您呢？这个
我刚要捧，你看你乐了，这全完了。真是他乐你为什么呀？我估计啊，可能是什么生死关头啊，对不对？你把这种悲痛喊出来，毕竟咱家是被拘含冤在监狱里。我还不够悲痛，悲痛欲绝。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还差一奶奶，这一奶奶我差多少啊？调门不够，声音太低了。对了，调门一嗓子，你就好比他把狱警都招过来那种感觉。得让他知道我们要告状去。对了，兄弟，我救你！加油！不是以前是在宫里当差吗？哎，兄弟，这话过分了啊！是去泰国做过手术吗？我这样的，我是失败了，是怎么了？我这个你声音怎么还叽撩叽撩的呢？这不您让我长调门吗？长调门也得出人声啊！得，我这都不是人声了。这一喊，应该观众听着缺少零件，这不怎么乱七八糟的？你一听没有喉结呀、啊？我以为是胡子呢。嗨，别聊了，真讨厌。是，我再试试、啊。对对对，再来一回啊！掌握。悲愤，什么？悲愤，多味儿啊！悲愤味儿什么？我悲他干嘛呀？咱能不能聊到一个频道下去了？不是一个频道吗？你让我悲，悲痛愤怒哦，哎西。我就这样了。就这样。哎，行，也勉强了。啊，你这180斤大胖子，还一嘟噜一块，就这样。多说了两句。咱来一回吧，哈。来。擦，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哎，写呀。趴呀。真趴呀。你当人今天买票看啥来的呀？人家就看你一个180斤的胖子，一个轻功翻转体2天半，啪就落这块儿。我还转体2天半？对，8个小时我就饿死了。我真趴，我不能趴舞台上啊。你趴桌子上不行吗？趴桌子上。对呀、啊。我把这话筒挪挪行吗？怎么的还能吃了啊？那银枪伺候，兄弟啊！银枪伺候。讲话。擦。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哎呦，真不错啊！真说，故事啊，这确实很精彩。我也没想到一个180多斤的胖子，呱咣叽咕叽呀，这可是。而且他往这一趴的时候带油声的，咕叽。你看一起来都是油印。老师，您干嘛呢？渲染你的演技，您不用渲染了，演技特别好，演技好不用您评价，跟真的一样。这是跟真假搁一边，您不赶紧写吗？我这不用渲染你的演技吗？不用渲染我了，别白趴了，那意思。我都已经炫趴了，您不要渲染了。来，擦，兄弟，你就趴着姐姐背上写吧。哎，故事发生在清朝，浙江省余杭县有这么一对叫杨乃武。您不要紧吧？介绍一下剧情啊！不用介绍，大伙儿比您知道的多。杨乃武、小白菜都知道了，都知道。没废话，干嘛呢？来吧，来，擦，兄弟，你就趴着姐姐变成姐吧。哟，姐姐，你压着我的笔了。这是笔。对对对，把笔给忘了。好的好的。来来，擦，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哦，对，还有纸，壮纸啊！咱没有壮纸，拿什么写？拿六写，写个六啊！擦，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哦，对，还有墨。你好机智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对呀，我早就应该想到啊。
呀，好墨，哎，蘸点墨，笔、纸、墨都有了。哎，没有转笔刀吧？这毛笔要毛转笔刀？我知道他们能说出什么来。来了，都没有了啊！擦，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哎呀，没有呢。好吧，好吧，好吧，橡皮，橡皮。啊，人家买票了，啊，不能让人生气啊！人说有，咱们就得满足人家。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啊，兄弟。姐跟你商量个事儿。怎么了，姐？咱不告状了。你踏踏实实走吧，你要不走姐姐走你头来了啊。不是姐姐，你挺顽强一姐姐。我还顽强？我要有多顽强？你再忍一忍就会过去的。我忍不了了，我忍了我就真过去了。我这么会儿腰间盘都突出了。最后一回行不行？就这一回吗？最后一回了啊，观众不要搭茬，咱来。太讨厌了。擦，兄弟你快点趴姐背上写吧。哎，你这边情绪不对啊。你让大伙看看，这个兄弟，你怕姐背不起啊？你怕姐背不起吧？你干什么啊？怎么今天是要看我一个人封箱是怎么着？不是，我感觉你这个状态像贿赂狱警。我贿赂狱警？他们家缺厨子是怎么着啊？您赶紧的吧，好不好啊？哈，你好的，快点吧，最后一回了啊！时间也快到了，多新鲜的！擦，兄弟，你就怕姐姐背上血吧？苍翠堂的浪荡隆咚一个隆的草听好西边中悲痛难忍三军杭州府布满乌云，我本是奉公守法一文举流有系统，官报私仇害良民，官报嫌故私情，官官相护巡抚唐举都是苦力杀人，胡瑞兰奉旨巡查江南军，不知贪了多少银傅盆冤，千古恨可怜我居家大小命难存，冒死含冤秋再审，要把这江南的贪官风卷残云呐！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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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杨乃武写状，这是张鹤伦杀猪。是你的吗？